词呀、啊？生物库知识。嘴巴长在下面，对，牛奶线如果断了还会再长出来。吃它是从爸爸的育儿袋里先出来孵出来。阿妈爱它妈妈生吗？它妈妈把蛋蛋生在爸爸的育儿袋里，然后爸爸再把它给孵出来。对啊，他们生那构造就是这样啊。水母会有毒，鲨鱼的牙齿会不停的长，它会一直游泳，努力的游泳。金鲨，金鲨，然后呢？这样，它的嘴巴又大又黑，很大，实在太恐怖。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吃鱼吗？是浮游生物。对，它吃浮游生物。